谢谢大姐的分享，谢谢。好了，请大家进来吧。你的眼镜哦，眼镜。好，各位伙伴，我们休息时间结束啦，我们要继续。好了，上课啦。在做性价值教学啊，目前面临的困境是什么？从1960年代后现代思潮提出一个多元价值，然后让大家误以为价值是相对的，价值是虚无的。那经过后来的反思之后，重新提出，事实上后现代社会所强调的多元价值，可不是不要价值，可不是不要对错，而是要深化价值，要让每个人。做让回复到你的生命的主体性，去探索什么是价值，啊、哦，那后来的学者呢，才建构这一套叫价值观呢。所以我们讲价值观，价值观就告诉各位，价值不是只有平面的，它是一个立体的东西。那我们现在讲说，现在孩子价值混淆，是因为呢，我们不了解说啊，原来价值分为。啊、哦，这个两种价，两类啊，一类就是所谓的终极性价值，也就是我们人真正要的价值啊、哦，这个叫啊，没有电了，赶快，那个叫电都无电了呢，有了啊，给、okay, 好。这个终极性价值叫 terminal value， 就叫内在价值，就是目的，这是我们人性真正要的价值。那这个叫做 instrument value， 叫工具性价值，又叫外在价值跟什么？这个叫手段，这个、叫目的，这个、叫内在价值、外在价值。所以人性要去追求的价值就是这个什么终极性价值，而不是什么工具性价值。所谓价值混淆，就是误把这个当什么当本，然后忘掉了什么初衷。好，有关你这个呢，有一篇文章，好、哦，可以很好用。来，各位你们看到讲义的21页这篇文章，来，我们要来进行一个为爱朗读的活动，也就是我们要接力来朗读这篇文章。这个是谁写的呢？郭文勇。不好意思，大姐，婉玲，从你开始练。Okay, 对，再练这篇文章好不好？来开始，来练出来，来请。好，我听朋友说了一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一个5岁的小孩被问到将来想念什么学校时，说建国中学。再问他建国中学毕业之后呢？他说台大医学系。继续再问他台大医学系毕业之后呢？小孩想了想。回答，我要开计程车。听到这个故事，我的第一个反应当然是笑了。一边笑的同时，又觉得这个应该不只是一个笑话。作为一个旁观者，一点也不难分辨，哪一个是孩子自己的价值，哪一个是从别人那里得来的价值。但如果问5岁小孩，你为什么要先读建国中学、台大医学系之后才去开计程车？这不是很矛盾吗？对于你所谓的矛盾，他一定觉得不知所云。随着时间累积，不管是别人给他的价值，或者是他自己原来的价值，一点一滴，全都转化成了他自己
内在的价值。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不同的价值发生冲突时，当然也就全变成了他自己的矛盾。我把五岁小孩要开计程车的故事跟大儿子分享，分享完之后，儿子问我，你不是说过你小时候写作文我的志愿中写的就是要当医师吗？那是你自己的内在价值还是别人给你的价值呢？认真地回想这件事，我想到的第一个脉络是小时候生病时常被带去看的内儿科医师。那个医师微胖，坐在看诊室的大椅子里，一副很神气的样子。看诊出来之后，爸妈会一再表示这个医师多么了不起，太太有多漂亮，他们有多么受到尊敬。他来到小镇看诊之后，如何在很短的时间赚了这么多的钱，又如何盖了楼房。那一个脉络更隐晦，那是月考成绩揭晓，我以5科满分的成绩得到班上第一名的荣耀时，老师有意无意地说了一句话，这个小孩成绩这么好，将来去考一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想起来这些外在的期待或暗示，很可能就是我在我的志愿这样的题目下写医师这个职业最重要的动机了。我在这样的氛围下成长，接受教育，考上医学院，理所当然当了医师，穿上白袍。直到几年之后，我升主治医师，因为负责疼痛控制，走进了癌症病房。刚开始时，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面对癌症病人突如其来的哭泣，我很挣扎。作为一个医师，除了做一些消极的症状改善，并且面带微笑，搪塞一堆今天气色看起来不错，情况会改善之类的善意谎言，然后走出病房外，似乎再也没有办法多做些什么。那种落荒而逃的不安很幽微，却在我的内心不断累积，无可逃脱。有一天，我又遇见一个在我面前哭泣的末期癌症病人，如同往常，在安慰他之后，我正打算迅速离开时，有个压抑了很久的念头忽然从脑海深处迸发出来，你能逃到哪里去呢？就在那一瞬间，我做了一个决定，我打定主意在病人停止哭泣之前绝不走出这个病房。我找了几张卫生纸转身递给他，然后拉了一把椅子安静地坐下来。病人沉浸在自己的悲伤里，一点也没有停止哭泣的打算。好，来看下一个。哇，练得好不好啊？哇，一级棒。好，我们继续这个氛围，继续延伸。来进来。在那十几分钟里，我一直有种无法按耐的冲动，很想开口说几句善意的谎言，然后优雅的离开。可是我强迫自己坐在椅子上。一个修女走了进来，他对我和病人鞠了一个躬，就这样安静地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接下来，他双手合掌，开始默默地为病人祷告。场面变得有些奇怪，一个低声啜泣的病人，一个祈祷的修女，一个强迫自己坐在那里的医师。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海浮现了小时候看病时那个医师神气的样子，想起了他漂亮的太太诊所，还想起了考第一名时老师无意之间的话。无可讳言的，这些成就、财富、荣耀，都是当年引导我写下医师这个志愿最重要的外在价值。因为治愈病人，所以我应得到这些回报。但问题是，万一这个医师无法医治他大部分的病人呢？每天面对这样子的哭泣，他又如何让自己在这个位置上安身立命呢？眼前的修女沉默而专注，我甚至可以感受到在那样静定底下，存在着一种比我还要更强大的力量。相对于我，他既没有改变现实的医术，
更没有任何相对的回报。既然如此，它的力量从何而来？这样想时，我感觉到过去从事这个工作时，我所依赖的价值体系忽然失去了所有的效能，再也无法推动我往前一点点了。我清楚地感受到，正是着你做这件事的某些基础连根被拔起时，一切都开始动摇。不知道是气氛使然，或是自己感到悲伤，我发现自己的眼前已经模糊成一片。我接过修女递过来的卫生纸，擦拭泪水。边擦拭泪水，我忽然理解到，驱动我成为一个医师最重要的东西是成就、荣耀、财富这些外在的价值。为此，所以我关心病人能不能治愈，而驱动修女的动机却来自他所信仰的内在价值。因此他关心的是病人，甚至是所有的人。因为这样的差别，当面对一个无法治愈的病人时，我显然走投无路了。可是对修女来说，无法医治的病人仍然还是病人。换句话说，是我们关心的范围造就了我们能力的极限。那是我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如果一个人从事的工作缺乏内在价值时，他可以变得多么薄弱有限。当你我在大学里考入学志愿填下医学系时，对于这个工作的内在价值，老实说，就像朋友和孩子一样，思考的并不多。我考虑的只是做这个工作可以得到什么 ，what， 或者我如何 ，how 可以得到这个工作，却很少想过我的人生为什么 why 要从事这个工作，我为什么 why 喜欢它，它为什么 why 对我有意义价值？一个工作本身如果少了这些，不但无法给你生命带来真正的满足，更无法支持你长远地走下去的。我就这样的病房想着些心事，直到一个多小时之后，病人停止了哭泣。我和修女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拍了拍病人，简单地说了几句精神鼓励的话，一起走出了病房。修女对我鞠了个躬，我也很郑重地对她行礼，谢谢他给我带来这一个宝贵的一切。我就这样目送着修女消失在长廊的尽头。内在价值就像听演唱会和朋友去打球一样。听你这样说，我都有点糊涂搞混了。儿子问，当我做一件事情，要怎样才能区分我的动机到底是呼应自己内在价值或者外在价值呢？这很容易啊，当你渴望做一件事情，不需要任何理由，也不需要任何报酬，甚至让你花时间付钱，你很愿意做的事就是呼应你的内在价值的事。 OK， 好，来，我们林基大哥来问你。像是听演唱会和朋友去打球，是啊，我说为什么不需要任何理由你就会想听演唱会和朋友去打球？因为喜欢啊。我点点头，看似简单的事，但回答的只有自己，不是吗？反过来，如果做一件事情，目的是为了外在的报酬、财富、名气、权势，或者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望，不管是父母、师长、朋友的，这个动机所呼应的，都算是外在的价值。我不明白。就是说，如果内在价值这么重要，为什么大部分的父母师长对他们的孩子学生鼓吹的都是外在价值？难道说他们都错了吗？我相信绝大多数父母亲师长的忠告都出于善意，这些建议我们当然应该聆听思考，但基于每个人不同的经验，不同的父母亲师长鼓吹的价值并不尽然相同。固然有许多人鼓吹外在价值非常重要，
但也有人鼓吹内在价值更重要。我们该听谁的呢？谁是我们的父母师长，我们就听谁的，还是干脆做个统计，少数服从多数呢？儿子笑了笑，摇摇头。一定要承担选择后果的人是我们自己，没有人能为我们的生命负责的，不是吗？我继续又说，所以最后做决定的人应该还是我们自己才对吧？儿子点点头。过了一会儿，他又问：“你这样说固然有道理，可是我觉得外在的价值也很迷人啊！谁不想有钱、有权势，又受人尊敬呢？”这我同意。我想了想，继续又说：“刚刚医院的故事还没讲完，你要不要听我继续说下去？”当然。有了那次经验之后，通常我只要时间允许，我很愿意多花些时间和末期癌症病人聊天。当时在我的办公室有个小黑板，记载着所有会诊的病人。一般而言，不理在黑板上的病人名字如果被擦掉，多半表示这个病人出院了。但我的黑板上的病人正好相反，如果他们的名字被擦掉，通常代表他们已经过世了。每周我的黑板上都有一两个病人名字被擦掉，那种感觉很奇怪。明明没几天前还活生生的在你面前谈着人生苦乐的病人，现在消失不见了。持续有五年左右的时间，我活在这种无常感强烈的工作环境中，就这样送走了四五百名末期癌症病人。在那之前，我的想法其实和大部分人都差不多，觉得人生无非是在竞争中的领先，靠着那样的领先累积财富、名气、权力，并且因为拥有这些，因而得到快乐。不过，倾听临终病人的心声过程给我很大的冲击。尽管每个临终病人的生命故事各不相同，但是从生命的终点回顾自己的生命时，占据了日常生活中我们最多时间，让我们每天为此汲汲营营的外在价值、财富、名气、权势等等，从生命的终点来看，竟然变得无足轻重了。没有任何一个病人告诉我，他们希望赚得更多的财产，赢得更多的知名度，或者升上更高的官阶职务。对你来说，你觉得生命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当我这样问病人时，我发现，对大部分的临终病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几乎都是关于内在价值的。我得到的答案非常一致，大部分病人觉得最重要的是关系。谢谢，换那一边。好，要从这里啊。谢谢。来。大部分的病人最放不下的，最放不下自己的父母、配偶、子女、亲人、朋友。最多人感到后悔的是有生之年。有生之年来不及跟自己在乎的人好好相处，最懊恼的是在和他们之间的不圆满的关系。几乎所有的人都渴望在临终前能够和自己关心的人和解、拥抱、好好告别。在关系之后，所有人都会反省的是意义。在我和病人的谈话间，几乎无可避免的都会回顾自己的这一生，到底给别人带来了什么帮助，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贡献。很多人甚至后悔自己的人生都在浪费时间。每次走出癌症病房，面对病房外面的现实世界时，总会有一种很错愕的感觉。在生活中，为了财富、名气、权势，我们总是占用了与自己最亲密的人相处的时间。
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骄傲，我们总是轻而易举的就伤害了别人的情感。为了得到自己最大的权益，我们总是以竞争为名，理直气壮的就牺牲了他人的权益。病房里与病房外的距离并没有太远，但从人生尽头看到的价值和我们每一天生活中的所作所为，竟然是完全颠倒的。我很难用语言来形容这四五百个病人所给我带来的震撼。最初我以为或许这只是少数的临终病人的想法，但在和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深刻谈话，一次又一次受到冲击之后，我开始明白我们对于生命的前提是有问题的。事实上，这四五百个病人所经历的死亡，我们无人能够幸免，但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却活在一种生命永远存在的假设之中。因为这样的假设，我们把生命想象成为一个大仓库，透过竞争领先，每个人停不下来地为这个仓库累积更多的财富、名气、权势，却很少有人想过，没有谁真正能够拥有这些。事实上，每个人的生命真正能拥有的只是时间。我们不但无法累积什么，从时间的角度来看，生命其实是每分每秒都在变少的。因此，如果不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想法淋漓尽致地活下去，用所剩有限的时间去累积仓库里面不属于自己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或许因为这些经验，往后当我面对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冲突，只要想起和这四五百个病人，这四五百个临终病人相处的点点滴滴，我总是能够鼓起勇气去选择自己想要的，把生命当成目标、目的本身，而不是达成目的的手段。这大概就是我从这些病人身上学到最珍贵的事了。我说，你用什么价值去衡量你的人生，决定了将来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儿子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他又问，照你这样说，我可不可以先追求财富、名气、权势，等到了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再来追求你所谓的内在的价值？在我看来，如果你从自己的内在的价值或召唤出发，只要够努力，将来你还是很可能一样拥有财富、名气、权势。但如果从追求财富、名气、权势出发，你只会离自己内在的价值或召唤越来越遥远，是吗？这个世界上许多伟大而成功的作家、艺术家、政治家、创业家、创业者、科学家、建筑师，都是从呼应自己内在的召唤开始的。只要在一个领域崭露头角，财富、名气、权势通常都是会追随而至。但吊诡的是，如果一开始你想的是财富、名气、权势，这对你在那个有领域的成功帮助并不大。我这样说你能明白吗？我大概可以理解。所以儿子说，你觉得追求财富、名气以及权势这些外在的价值是不应该的哦？剩下一点点麻令丸，我们在麻丸这位伙伴帮麻令丸哦，来，剩下一点点，请继续。财富、名气、权势本身不是坏事，但重点是你把这些东西当成是目的或手段。目的和手段的差别是什么呢？当你把财富、名气或权势的追求当成目的时，你的生命变成了这个目的而存在的手段，你的生命就不是自己的主人了，对不对？他想一想，嗯，没错。反过来，如果你的生命有更重要的内在价值和理想时，拥有财富、名气、权势变成了可以帮你的生命实现这些理想的手段，这样的话，拥有这些就是很好的事情了，对不对？他点点头。
所以德国哲学家康德才会说，要把生命当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达成目的的手段。儿子找出了纸和笔，你可不可以再说一遍？于是我又把康德的话重复了一遍。就在儿子低头抄写这段书名，请问侯文勇，一场与内在对话的旅程。好，鼓掌，谢谢。我们刚才为我们两组的伙伴多把他一些听进去，这样一些我们的书目有助于理解。我为什么提供这篇文章给各位？有人这样说的：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啊，很大的遗憾是这辈子你想要做的事都没有完成。但是人生更大的遗憾是什么？搞了半天，你想要追求的竟然不是你要的，而是谁告诉你要去追求这些？是别人。所以我们的价值观从小以来就是谁告诉你的？你的父母，这个社会。所以你都还没有来得及思考自己要什么的时候，已经这样，这社会告诉你要追求什么？名利、权位、挚爱、美见，这八个价值。你看我们不是每天都在追求这八种东西吗？因为追求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职业是什么最能够什么争名得利的。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我们最在意的是什么？是关系。也就是癌末病人他们即将离开人世间的时候，他们最大遗憾不是我没有赚多少钱，我没有升上什么，那可以都已经怎样，那根本都不重要了。那我最遗憾的是什么？我们的亲密关系，我跟我家人，跟我朋友，跟我另外一半，没有把关系搞好。为什么没有把关系搞好？因为没有把关系